今天来介绍一个哈，我们现在这一只，这已经是上好面漆的哈。你看它的散光，跟它漆，因为它漆也放蛮久了哈，这已经上好面漆的。这是我刚做的，只是上底漆而已，还没上面漆哈。等一下还要处理一下才上面漆。大家光是看一下这个比对就知道了，因为我们的漆真的是不同，啊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来做个比对，这个是要重做的，啊，重新做过，因为它散光根本都没有出来。好，漂亮的正面，散光都没有出来，直接比对就看得出来了。然后另外一点。它没有平，所以也要把它弄好，弄平。好，今天就这样子。这个是面漆，已经上好的，这只是我们的底漆，还有面漆还没上，给你们参考一下哈。